怎么样？渴不渴啊？想不想喝水？咱们这样啊，你每写下一个招式，我就给你一碗水喝，如何？是。上官透，怎么是你呀？云双双，侄儿在哪？在这里。是。风筝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上官透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这件事我劝你不要掺和。你三番五次的暗算他，你早已是我的仇人。好，既然你是仇人，那便没什么可说的。风筝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侄儿一根汗毛，我要你偿命。